昨天我们讲到了第七个大问题的，就是讲到十善业道的内容。昨天讲到不贪欲，那么今天呢要接着讲，就是第九条，就是不嗔恚。不嗔恚，我们看经文：不赐龙王若离嗔恚，即得八种喜悦心法，何等为大？一无损恼心，二无嗔恚心，三无嗔诵心，四柔和自知心，五得圣者慈心，六常作利益安众生心，七身相端严众共尊敬，八以和忍故速生犯事，是为八。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无爱心，观者无厌。这是第九，就是无嗔恚。无嗔恚呢，就是叫我们要远离嗔恚心。这个嗔恚啊，就是一种嗔恨，一种排斥他人的心理。这个嗔的表现形式也很多，比如说这个愤怒，这就是一种嗔恚的表现。别人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或者我们的利益受到伤害，或者我们的人格受到别人的回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愤怒的心，愤怒的心。有愤怒了之后呢，接着呢，我们可能就会不是愤怒，愤怒完就没有了。愤怒完之后啊，我们就会怀恨在心，所以恨啊，它也是属于嗔恚的表现。怀恨在心，怀恨在心啊，我们就会耿耿于怀啊，我们就会想着时时就会想着报复，报复他人啊。甚至呢，这个怀恨啊，它可以这一颗种子啊，我们种下的这颗种子啊，它会延续到很长很长的时间。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所以这颗种子呢，这个对我们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啊，它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当我们怀恨了之后，我们就会恼啊，就是恼就是一种这个恼乱，就是一个心啊，就是不安啊，这个心啊就是不定啊，这个。所以我们对别人的嗔恨啊，当我们有了嗔恨心之后啊，首先得到伤害的其实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恨别人，可是如果人家不知道我们恨他呢，那我们就白恨了。我们恨了半天，自己难过的要命，可是别人还不知道我们在恨他。所以呢，这个恨啊，恼啊，我们所有的烦恼啊，就佛教说什么叫烦恼？烦恼就是扰乱，扰乱内心宁静的因素。我们本来拥有一颗非常平静的心，可是当我们有了烦恼之后，当然这个烦恼呢，不论是贪心、嗔恨心，还是嫉妒心，还是我慢心。当我们有的这些烦恼之后啊，我们的内心啊就会不得安宁，
就会不得安宁，就是就会坐立不安呢。所以烦恼呢是扰乱内心的宁静啊，使我们的内心啊不得安宁，尤其是嗔恨心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系统啊破坏非常的大，对我们生命的系统啊破坏非常大，叫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呀。还有一句话叫做火烧功德林，你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一念嗔恨心产生的时候啊，它就会把你的所有的功德啊都会毁于一旦。我们平常啊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我们跟朋友啊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一次的嗔恨心啊导致了你几十年的关系啊一下子就破裂了，再也无法弥补了。所以嗔恨心呢对我们对自己以及对别人啊伤害都会非常的大。所以当我们在嗔恨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话，一旦如果说出来话，这个话一定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嗔恨心的时候尽量不说话。所以嗔恨、恼恨，还有呢就是害，我们想害别人，这个也是一种嗔恨心的表现。那么还有呢就是嫉妒，嫉妒也是嗔恨心的表现，不赖他容啊，看到别人事业干得好，看到别人有成就啊，你心里不舒服，那么这个也是属于嗔恨心的表现。所以嗔恨心的表现的形式啊非常的多。那我们学佛呢，我们就是要克服这样的一些三毒，这个毒啊佛教把这个贪嗔痴啊叫做三种毒啊，这个就是病毒。你看这电脑啊，这个、一旦要感染上病毒之后啊，整个系统啊就会破坏的，而且现在的病毒越来越厉害的，甚至可以把你的硬盘啊都给破坏的，不但破坏你的软件，删除你的文件，甚至呢可以破坏你的硬盘。那你有了嗔恨心的时候呢，你所有做的事情啊它都不能够非常正常的进行，你带着情绪去做事，任何事情都做不好。也就是说你带着情绪去做事的时候，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啊它已经都感染上病毒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起嗔恨心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生命的系统啊就会出现短路，就会出现短路。所以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啊，他的思维啊就会紊乱了，他嗔恨心起的时候啊，他就不能正常的很正常的去表达他的想法，他会很气，气得他没有办法正常说话的，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系统啊已经遭到这个病毒的破坏的，这个病毒就是贪嗔痴的这种病毒的破坏的。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呢，我们就是要克服这些病毒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啊，这佛法呢就是杀毒软件，我们用这个佛法的这种杀毒软件呢，来通过持戒啊修定啊，来克服，来对治这些病毒，使得它让这个病毒啊没有机会发作，甚至呢我们通过戒定慧的修行啊把它彻底清除了。那如果我们没有清除这个我们生命里面的病毒啊，在我们无尽的生命的延续中啊，我们永远都不得安宁，不得自在。所以我们要离开嗔恚，如果离开嗔恚呢，记得八种喜悦心法，就能得到八种喜悦心，就是让我们的心欢喜呀、一个人有嗔恨心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你要欢喜能不能欢喜得起来？一个人怀恨在心的时候，让你欢喜，让你笑，你能笑得起来吗？你即使端着笑出来呀、这个笑啊，一定也是很难看的，所以呢，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嗔恨心，他的内心充满着柔和心、慈悲心，那么他笑了一定会非常的自然。
所以离开嗔恚能够得到八种喜悦心法，何等为八？到底哪八种？一无损恼心，有嗔恚心的人啊，他对众生啊就会产生损恼心，哎，人家骂他一句啊，或者人家伤害到他的一点利益啊，他可能恨不得就把对方啊，哎，置之死地的，哎，这个恨不得把对方啊，这个让对方啊吃亏呀，哎，这就是有一种损恼心。但是如果没有嗔恨心的人啊，他就不会这样子的。你骂了他就骂了他，他也无所谓，他的内心很平静。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受到别人的伤害啊，关键还是在你有没有烦恼。你有贪心的人，他看到好看的东西才会起贪；有嗔恨心的人，当他对别人这个诽谤的时候啊，他才会起嗔恨；而没有嗔恨心的人，他就不会起嗔恨的。所以第二种无嗔恚心，没有嗔恨心的人啊，那么也就是在他生命的延续中呢，他会不断的在展演他的慈悲心，随着他的慈悲心的增长啊，他的嗔恨心啊就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讲座经常提到的，你是在给你的嗔恨心浇水，还是在给你的慈悲心浇水？如果你天天在给你的慈悲心浇水啊，你的慈悲心就在日益增长；如果你天天在给你的嗔恨心浇水啊，那么就是你的嗔恨心啊就会日益增长。三就是无争讼心，争讼就是斗争啊，吵架啊，斗争啊，甚至打官司啊，有嗔恨心的人啊，他就喜欢跟人家吵架打架，甚至呢打官司。那相反呢，没有嗔恨心的人啊，他就不喜欢这样子的，不喜欢这样子。第四就是柔和自知心，有嗔恨心的人，他的内心啊一定是非常的粗暴，非常的粗暴啊。而没有嗔恨心的人啊，充满着慈悲心的人啊，他的心地啊一定非常柔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也就是一个禅，就是他会发出一种无形中，其实他会发出一种能量。如果带着一个很嗔恨心很重的人啊，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跟他在一起啊是非常的不舒服。相反呢，如果我们跟一个圣子啊，跟一个充满着慈悲心的人在一起啊，你会觉得非常的欢喜啊，非常的舒服。这个就是说他的心的力量，心会发出一种力量。所以心是无形的东西，但事实上心的力量啊是非常之大。所以第五，得圣者慈心，就是能够得到圣人的慈悲心。这个一个人没有嗔恨心，在没有嗔恨心呢，他就会不断的培养他的慈悲心。那么这种慈悲心啊，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啊，久而久之啊，他就会接近于圣人的慈悲心。最终有一天啊，他的心也像佛菩萨的心一样，跟佛菩萨相应，也像佛菩萨的心一样。六，禅坐利益安众生心，有嗔恨心的人他只想伤害别人，而没有嗔恨心的人他有了慈悲心啊，他就会总想着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安众生心，让众生的心啊得到安宁，得到自在。七，身相端严，众共尊敬。第七种呢，就是有嗔恨心的人啊，久而久之啊，他的相貌就会越来越丑陋。因为一个人他总是在嗔恨呢，当他嗔恨的时候就会经常发火，那发火经常嗔恨经常发火啊，他这个表情啊就会越来越难看。我们想一个人长得再漂亮，可是发火的时候啊，再漂亮的脸啊也会显得很难看的。相反呢，一个人虽然长得好像很丑陋，但他充满一种慈悲心和爱心啊，你看着你也舒服，你就会觉得他是长得是很庄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内在美和外在美的问题。外在的美啊是暂时的，而内在的美啊它才是持久的，
一个人充满着嗔恨心，虽然他长得漂亮，但是这种漂亮呢仅仅是远距离的看一看还可以，但是你要真正跟他在一起啊，那你就肯定就受不了了，你待上三天你就受不了了。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有充满着慈悲心的人啊，他虽然长得这个表面上看你好像不是很好看的，但是呢他的内在的发出了这种慈悲心啊，你会感觉跟他在一起啊会很舒服，越待越舒服了。所以生下没有嗔恨心的人，他慢慢的他的相貌就会越来越庄严，越来越庄严，众共尊敬，大家都会尊敬他。八，以何忍故塑身犯事，以何忍辱的关系，那么他通过这种修行啊，就是忍辱的修行啊，慈悲的修行啊，将来就能够升到幻世，就是大幻天，将来就可以当上帝了。所以每一个人啊，学佛修行，你要当大幻天啊也不难，你要当上帝也不难，要成佛嘛会难一点，要当上帝在佛教来说还是不难的。四为八，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无碍心，观者无厌。如果把不称慧的功德回向到佛果上，将来成佛的时候啊，就能得到无碍心，就是内心啊没有挂碍，就会很自在的。那么观者无厌，我们看到佛陀的色身啊、庄严啊、慈悲啊，越看越想看，就是不会讨厌的，就是很耐看啊，因为他有内在美，所以耐看。下边，胡次龙王若离邪见，即得成就十功德法，何等为十？以得真善意乐，真善等理，二深信因果，宁舍生命，终不作恶，三为归佛，非宜天等，四执心正见，远离一切吉凶以往，五缠身人天，不更恶道，六无量福慧，辗转增胜，七远离邪道，行于圣道，八不起身见，舍诸恶业，九住无碍见，十不堕诸难，是为十。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速证一切佛法，成就自在神通。这个第十种就是不邪见，邪见不邪见就是针对邪见来说。什么叫邪见呢？比如说一个人啊，他不相信前生后世，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三宝，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圣贤，不相信一个人通过修行啊能够解脱，认为人死如灯灭，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或者认为人生的一切都前生定好了，这一生没有办法改变，等等，这些啊都是属于邪知邪见。这个，那我们学佛法呢，就是要离开这些邪见。如果一个人能够离开这些邪见啊，就能够十种成就十种功德法，功德就是利益，能够得到十种的利益。何等为十？到底哪十种？一得真善意乐，真善等理，真就是真理，善就是善良的道德的，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人啊，如果能够远离邪见啊，你就能够使你的认识啊，使你的思维啊接近于真理，甚至跟真理相应，它就会使你的思维使你的认识啊接近于道德，甚至跟道德相应，所以叫做得真善意乐，就是你的思维认识跟真理跟道德相应。那么在生活中呢，你还能够得到很多真善等理，就是那些啊，通达真理道德高尚的朋友啊，你有一大堆。第二，深信因果，宁舍生命，终不作恶。一个人远离了邪见，他就会深信因果，他认识到因果啊是千真万确的，
当他认识到因果是千真万确的之后啊，他再也不敢干坏事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干的坏事啊，将来呢要遭受无穷无尽的痛苦啊，所以他有感于三恶道的恐怖，所以他再也不会做坏事的。第三，为归佛非宜天等。第三呢，就是归佛，他会把以三宝啊作为他究竟的归处，他不会去归那些天魔外道。第四，直心正见，远离一切吉凶以往。就是因为深信因果，看到因果，所以呢对人生的吉凶祸福啊，他再也不会有疑问了。就是说面对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吉凶啊祸福啊，他都能够坦然的去面对，因为他知道这些吉凶祸福都是自己啊在过去生中种下的因，他不会去怨天尤人的。相反的，那些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才会怨天尤人，他不懂呢反省自己啊，只会怨天尤人。五，长生人天，不更恶道。这个不邪见的人啊，将来在他未来的生命中啊，生生世世能够长生人天，做人或者升天，不更恶道，不再会堕落到三恶道里边去的。六，无量福慧辗转增盛。就是因为深信因果啊，不断的止恶修善啊，所以使得他的福德智慧啊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六，永离邪道，行于圣道。那不邪见的人呢，就会他就会远远的离开邪道，然后呢就会行于圣道。第八，不起身见，舍诸恶业。远离邪见的人，他将来呢就能够不起身见。身见就是我见啊，以身执着这个身体为我啊，这个是我见的范畴。因为一个人如果不邪见，他就能够通达缘起。通达缘起的话呢，他也就知道这个身啊，我们这个色身啊，它是无印的假合，它并不是并不是我，并不是实在的，所以他能够舍住恶业。九，住无碍见。无碍见也就是说能够在知见上也就不再有困惑了。一个人如果离开邪见之后，那么他通过对佛法的修学啊，他在认识上也就不会再也不会有困惑的。而我们一般的人啊，在我们的认识上啊总是充满着困惑，我们很迷惑，我们对人生的很多问题啊都搞不清楚。那十，不堕诸难。难就是属三途八难啊。如果一个人是邪见的人啊，在你未来的生命中啊，有可能就会堕到三途八难之中。而远离邪见的人啊，他呢就会不堕诸难，不落。是为时，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证一切佛法，速证一切佛法，成就自在神通啊！如果能够把不邪见的功德回向到佛果上啊，将来成佛的时候就能够速证一切佛法，就能够很快的通达佛法的真理，成就自在神通，并且能够成就呢自在神通，就是自在能够在他生命中啊享受着得大自在、自由自在的快乐。那十善业道的关于十善业道的与人生的因果啊，到这里也就讲完的。那下面呢进入第八个问题，就是成佛的途径。成佛的途径就是从时世尊告龙王言，若有菩萨依此善业于修道时能离杀害而行持者，残富财宝无能侵夺，残少无妖不为一切冤贼所害。从这里开始啊，有一大段非常长的一段，
主要讲的就是六度的内容。那我们这一部经典呢，十善业道经啊，我们现在讲到这里是第八个问题。那前面的第七个问题啊，也就是第七个问题，就是本经的主要思想十善业道。那第七个问题前面的六个问题啊，它是从总的阐述的这种因果的原理啊，它是作为我们了解这个十善业道的一种铺垫。那下边呢，第八个问题以后啊，第八个问题以后就是讲到六度，讲到四舍，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四无量，还有讲到三十七道品。那么这些修行的法门呢，有涉及到声闻层的修行法门，有涉及到菩萨道的修行法门。比如说三十七菩提分啊，它就是属于声闻解脱道的修行法门。我们一个人如果想要气象解脱啊，我们就要根据三十七道品去修行。那如果我们要行菩萨道，我们想要成佛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要按菩萨道去修行。那菩萨道的内容呢，在本经里面讲到六度，讲到四色，还讲到四种无量。那这个是菩萨道的修行。那为什么在十善业道之后接着要讲到六度菩萨道的修行，又接着要讲到声闻解脱道的修行呢？这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也就是说不论是菩萨道的修行也好，还是声闻解脱道的修行也好，它都是要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都不能离开十善业道。如果离开十善业道啊，一切声闻的解脱行乃至菩萨行啊，所有的都修不成。就像后边的经典里面打了一个比喻，就像盖房子一样，这个十善业道呢是这个房子的地基啊，而声闻道和菩萨道啊，就是这个房子的这个楼房。我们知道楼房不可以没有地基，没有了地基啊，楼房也就盖不起来的。这也就告诉我们的十善业道的在学佛修行中的重要性。那下边我们接着讲，就是下面接着先讲六度的内容。这个六度呢，这个内容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六种。那六种第一种就是布施，布施在我们学佛修行中啊也是非常重要。布施这个可以克服我们的悭贪吝啬。菩萨的修行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从利他中完善自己，从利他中完善自己。我们布施的时候好像啊是对别人有好处，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在利他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在克服自己人格上的不足。就是说我们把钱财呀布施给别人，那么我们自身如果一个人有悭贪，贪心很重的人啊，他就会舍不得布施。那布施呢本身也是一种放下的修行，我们所执着的我们最执着的东西肯定是我们最舍不得送给人家的东西。所以我们布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布施的是财富，但事实上呢其实我们是布施的是我们的执着。我们把我们的执着啊布施给别人，我把我的执着送给你，其实它是具有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布施呢它又是属于一种放下的修行，就是放下你的执着。那布施呢同时它又能够增长我们的财富，我们通过一个人通过布施啊，这个我们的财富啊，这个一个人的福德从哪里来的？福德啊就是从布施中来的。所以大智度论里面有一个故事，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布施如救火啊，这个
就像一栋房子啊，这个房子造起来的，房子里边呢藏着很多你的事业啊，你的财富啊，金银珠宝啊，这个房子烧起来的，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房子啊，它被这个火是没有办法扑灭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还是只管去扑灭这个火啊，还是说应该把一些最值钱的东西给它搬出来？如果我们明知这个房子这个火啊没有办法扑灭啊，那么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一定是把这个值钱的东西搬出来，他不会去一直扑灭一直扑灭，到最后呢什么也没有搬出来，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个所有的财富都被烧光了。所以他应该是把一些值钱的东西啊搬出来。我们的色身，我们的世间啊也是一样子的，无常的火不断的在烧，无常的风啊不断的在吹，我们生下来一天啊就注定了我们要走向死亡，我们每时每刻啊都在向死亡靠近。那我们拥有财富，如果我们自己享受，或者说我们甚至舍不得享受保存在那里啊，但是终归有一天它会随着我们色身的消失死亡啊，而一切都宣告结束。相反呢，如果我们懂呢在这个色身延续的过程中，我们懂呢把我们赚到的财富拿去供养，拿去布施，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就可以积攒了许多福德，为我们未来的生命服务，为我们未来的生命服务。所以布施如救火，那这个布施法门也同时也包含着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就是财富上的布施，法施呢是佛法上的布施，无畏施呢，就是能够给人以无畏，就是让人不会害怕，给人以安全感的布施。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无畏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无畏施也是非常重要。所以要有这个法施呢又胜于财施，法施因为财施毕竟是暂时的，而法施呢才能够永久的解决啊人生的问题啊。就像我们能够把技术，我们给人几个钱他用了就完了，但是我们如果给人一项技术的布施，交给他一个技术，他可以谋生之道啊，那他就可以长期依赖这个技术啊，可以长期的生存。那至于佛法的布施呢，能够让一个人接受了佛法之后能够改变他的人生，解脱烦恼啊，那这种利益啊更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财施跟法施相比啊，它是显得微不足道。那我们知道这个布施，那这个布施，在如何呢？在这个十善业道的基础上来修布施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十四尊福告龙王言：若有菩萨依此善业，于修道时能离杀害而行施者，财富财宝无能侵夺，残少无妖不为一切冤贼所害。就是说菩萨啊，这个如果在修行的时候啊，如果能够离开杀生，就是不杀生，在不杀生的前提下去修布施啊，那么他将来呢能够感得财富，在感得财富的同时也能感得寿命，既有钱又长寿。相反呢，如果以杀生的前提去布施啊，那么就是你虽然有钱，可是你短命啊，你可能是生在一个百万富翁的家庭，但是有的人他还没有生出来就被人家给计划生育掉了。不过你们新加坡这个地方没有计划生育啊，这个但是也有很多人，虽然没有计划生育掉，可是英年早逝啊，或者年纪小小的，虽然生在富有之家，可是他没有福报享受这些财富，这个离不以起而行施者，财富财宝无能侵夺，最胜无比
悉能备持诸法华藏。如果在不以起的前提下弃行布施啊，那么他将来在改得感得财宝啊财富的同时啊，同时呢他也能够具备佛法这个就是他不但能够得到世间上的财富别人不会把他夺走啊不会把他夺走。相反呢，如果以偷到了钱啊去布施啊，那你将来你得到了钱呢，你可能会可能也会被小偷啊或者被盗贼啊被黑社会啊绑架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那不但能够得到财富上的利益，而且还能得到佛法上的利益。离非凡恨而行施者，常富财宝，无能轻夺。其家增顺，母及妻子，无有能以一心事者。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在离非凡恨，就是邪淫的前提下修布施啊，那么他不但有钱，而且还拥有和睦的家庭，和谐的家庭，他的妻子啊儿女啊对他都非常的忠贞。那我们知道看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有钱，可是家庭不和谐，可甚至呢这个丈夫啊拼命在外边赚钱，钱赚了很多，可是妻子呢红杏出墙啊这个不忠于他，这种现象也很多。那么这个呢其实也跟他自身的果报啊有关系。离虚狂以而行实者，常富财宝，无能轻夺。离众诽谤，奢侈正法。如果能够离开妄语去修布施啊，那么将来他能够感得财富的同时啊，而且呢这个他还能够在社会上拥有良好的名声，不会有人诽谤他，而且他想做什么一定都能做得成。那反过来说，我们知道在社会上有很多人有钱，但是呢名声不好啊，他赚了钱人家就会说三道四的，说这个人啊钱啊来源不正啊这样那样的，会而且呢要赚一点钱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离虚狂以而行布施啊，我们将来有钱的同时啊，我们也拥有良好的名声，这个而且呢做事非常顺利。离奸以而行施者，常富财宝，无能轻夺。眷属和睦，同一自乐，恒无乖争啊。如果能够离开离奸以行布施啊，在将来你得到财富的同时啊，而且你还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眷属和睦啊，这个同一自乐，全家人都是志同道合，远远都不会吵架。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有钱，但是呢家庭啊不和睦啊，那有钱你家庭不和睦，你也不开心啊，也幸福不起来呀、离初恶已而行实故，常富财宝，无能轻夺。一切众会欢喜归依，沿街信少，无为记者。一个人如果能够离开初恶已行布施啊，将来能够在得到财富的同时啊，同时他也能够得到威望，在社会上也会很有威望。一切众会欢喜归依啊，在任何场合他走到哪里都特别有威望，他说话大家都是一呼百应的，沿街信少，无为记者，有才又有德啊，有德行，他说什么大家都会愿意信少奉行，这种信少奉行是真心的，而不是属于那种人家看着你的钱啊这个表面上低头哈腰的，不是属于这种情况的。离无义而行实者，常富财宝，无能轻夺。言不虚设，人皆敬爱，能善方便，断诸疑惑。如果离开无义修布施啊，将来能够感得财富的同时啊，那他说话总是特别有分量，人们都愿意信少奉行。
同时呢，他还能以他的智慧呀、啊，去断除别人的疑惑。离贪求心而行时故，常富财宝，无能轻夺。一切所有悉以慧舍，信解坚固，巨大威力。如果能够离开贪心啊，去求布施啊，将来在得到财富的同时啊，他又能够尽心的布施，哎，因为他没有贪心，哎，没贪心，将来能够感得很多的财富，感得了很多财富，他又布施，布施了之后呢，将来又感得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财富，他又布施，在他的生命里边啊，就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在他未来的无尽的生命中啊，他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好，就会这个，所以信解坚固，巨大威力，就是他不仅仅是越来越有越富有，而且这个他的威望啊，他的这个对佛法的信仰啊，也会在不断的坚固。离愤恨怒心而行时者，常富财宝，无能轻夺。素自成就，无碍心智，诸根言好，见解敬爱。如果离开愤怒心去行布施，将来在得到财富的同时啊，而且还能成就无碍心智，内心没有挂碍。有钱，有钱啊，有的人啊，事业做得大，但是很牵挂，每天到晚都在为钱啊绞尽脑汁，有了钱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啊，但是那样有钱有什么意思啊，可是如果没离开嗔恨心行布施啊，将来他有钱，但是呢他又没有挂碍，而且呢诸根言好，见解敬爱，而且长得庄严。有的人有钱但长得难看，但有的人有钱啊，而且他还长得好看，那这个就是跟离开嗔恨心啊有关系的。离邪导心而行持者，常富财宝，无能轻夺。恒生正见，尽信之家，见佛闻法，方供养众生，常不忘时，大菩提心。如果能够离开邪导心、邪知邪见去修布施啊，你看那个过去印度也有很多外道，他们以这种邪见来修布施，还有我们社会上很多人呢，为了名闻利养啊，为了名利啊去修布施，为了显示他自己的富有啊去修布施，那么这些呢都是发心不正啊，他的功德、他的纯度啊，他都是有瑕疵的。离邪导心而行时者，常富财宝，无能轻夺。就是离开邪导心、邪见修布施，将来在得到财富的同时啊，而且还能够身在正见净信之家，身在这个一个佛法的家庭，这个而且呢是具有正信正见的佛法家庭，见佛闻法，供养众生，有清净的清净三宝，供养三宝，而且能参不忘时，大菩提心啊，那生生世世啊，都不会忘时菩提心。是为大事，修菩萨道时，行十善业，以十庄严，所博大力如是。就是作为大事，这个以善呢，就是作为大事，就是行菩萨道的人啊，称为大事。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在十善的基础上去修布施啊，他所能够得到的利益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你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啊去修布施啊，将来你在感得财富的同时啊，那么你的人生就是圆满的，家庭啊、事业啊、民生啊、人格啊、家庭啊，一切都是圆满的。那如果说你不能够修十善，你布施嘛，随便布施一下，而且这个布施里边啊，水分很大，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啊，将来你虽然也能够感得财富，但是呢，那你的人生啊也是千疮百孔，你只是有钱别的都没有，或者家庭有问题啊，或者孩子不孝顺啊，或者这个老婆啊跟着别人跑了啊，
这个总是啊问题多多啊，这个所以布施呢修六度啊，它是要建立在十善的基础上。如闻己要言之，行十善道以戒庄严故，能生一切佛法毅力。那么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去修六度的第二度，就是持戒。那持戒呢，在我们佛法中啊也是非常重要，三无漏学。第一个就是戒，戒是无上菩提本啊，戒是正顺解脱之本。作为人天道来说，我们要持戒，我们将来持五戒，我们将来才可以继续做人。作为解脱道来说，还是菩萨道来说，也都是要以戒为基础。那戒里有在家的戒，有菩萨戒。我们在家戒呢，就是五戒、八戒，那还有就是菩萨戒，还有就是菩萨戒。那这些戒律的修行啊，它也都是要以十善业道为基础。那么以十善道为基础，我们去持戒啊，就能生一切佛法毅力，就能得到一切佛法的利益，满足大愿，你所有的愿望啊都能够满足。当然就是善良的愿望，不好的愿望就不能满足了。忍辱庄严故，得佛言因具足相。忍辱，忍辱在我们修行中啊，这个忍辱啊也非常重要。我们通常总以为忍辱是显示一个人的无能啊，忍是显得就是这个懦夫的表现。所以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呢，世俗人有一种说法叫士可杀不可辱，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总是这个。那佛法呢就不是这么认为，佛法认为忍啊，它是显体现的人的一种修养，你的心智的修养达到一个相当高度的人啊，你才有能力真正的忍辱。而且最高的忍辱是忍无可忍，是没有什么可忍的。为什么最高的忍辱就是你就是能够观一些境界都是空的，了不可得的。人家骂你的，你也是这个骂的言也是空的，人家损害了你的利益，你也认识到这个利益嘛也是空的，无自信的，你没什么好忍，你爱说说他不会生气，没什么好忍的。如果说你有东西可忍啊，那说明你这个忍辱的境界还不高。